今天收到了晚霞预报，所以来景山看看能不能拍到好看的晚霞。没有一个落地三脚架和一个固定支架是一个能够失败的事情，下次我一定要搞一个来。我现在已经被包围了。现在已经被彻底包围了。马上要日落了。我今天才发现，我这个东西，这个框居然装反了。